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克，欢迎回到地城邂逅记忆重演。今天要讲的是《真夏的夜》的恋恋篇，恋恋篇，这是罗曼斯跟阿巴丘鲁，我不知道阿巴丘鲁是什么意思。那直接来讲，这边都是非期间限定角色哈。然后冒险者刘，宠物攻击。敌方全体超强威力高确率暴击暗物攻，自身力量有一个上升效果，同时威力上升 60%， 也就是说最高施加志愿者 120%， 同时两回合间敌方全体暗属性 damage 100% 上升。第一招敌方单体，注意是单体的强威高确率格挡不可暗物攻，自身力量有一个，同时威力上升 60%， 最高 120%， 同时自身 HP MP 20% 回复。第二招，敌方全体超威力高确率反击不可暗物攻，同时六回合内自身的力量敏捷暗属性 damage 上升 60%， 并且自身 MP 20% 回复。哇靠，全部都是回复 HMP 的技能呢。第三招，快速发动，我方全体的 HP 跟 MP 10% 回复。第一次看到有补别人的哦。同时两回合内我方全体回复量上升 10%，同时我方全体物理攻击两回合，还有魔法攻击赋予。哦呦，不错呢，比想象中的优秀。第一张艾尔菲 Elfi 纯魔攻型，敌方单体，注意是单体，所以他应该比较适合是龙光挑战或者打王单体关。敌方单体超强威力高确率暴击按魔攻，技能发动时阴魔力大幅上升，同时一回合间内敌方的魔耐跟暗属性耐性减少 60%，四回合间敌方单体的力量魔力按耐减少 40%， 同时自身三回合行动追加敌方单体中威按魔攻。第二招，敌方单体快速强威高确率按魔攻，同时三回合内敌方单体魔耐减少 40%， 并且三回合间内自身的魔力和暗属性 damage 上升 70%， 哦，还蛮强的。敌方单体超威高确率格挡不可按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上升，同时敌方单体的力量跟魔力上升效果解除，还不错耶。看艾依娜哦，平均型，敌方我方全体风雷火暗，没有水跟光，还蛮特别，为什么要这样搞？耐性上升 20%， 敌方全体的暴击跟穿透率减少 20%， 还好。接下来继续讲，这是千草魔攻型，敌方全体超强威力高确率穿透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大幅上升，并且三回合内我敌方全体是敌方的毒耐跟封印耐性减少 100%。 第一招快速发动，三回合间自身的魔力格挡爆反击还有暗属性 damage 上升 50%， 同时自身四回合行动追加三回合赋予。敌方全体若威按魔攻 HP 在 10% 以上重拾，并自身一回合生存效果赋予 10% 以下消失。第二招，敌方单体快速中威率高确率格挡不可按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上升，并且伤害值的 30% 会恢复 HP， 同时一回合间敌方全体最大 35% 的毒赋予 HP 35% 的毒赋予，并且四回合间敌方全体毒耐跟封印耐性减少 30%。 好冗长的一段话。第三道，敌方单体超威高确率穿透按魔攻，发动时一魔力大幅上升。那 counter 比较特别是封印。接下来就是阿利希娜，还蛮特别的，这是最近有在出一些以前平常比较少出的角色。平衡型，第一招必杀技，敌方全体超强威力高确率暴击风魔攻，技能发动时一魔力大幅上升，同时两回合间内我方全体风属性 damage 上升 100%， 回复量上升 50%。 好绕口。第一招快速发动，我方全体 30% HP 回复，同时 30% 的 HP 回复治愈赋予，并且物耐魔耐水火
雷帝风光案，全部，应该是全部的耐性减少效果，三回而言减少。第二招，敌方全体快速强威高确率反击不可封魔光，同时围而内，我方全体的魔力跟封锁性 damage 上升 40%， 敌方全体暴击跟穿透减少 40%。 第三招，敌方单体强威高确率反击不可封魔光，放11魔力上升，我方全体异常状态恢复，反击是补血。希尔这张真的是，哇塞，超性感，纯魔光型的希尔，因为魔力最高，我方全体魔力上升 15%， 同时风属性跟暗属性 damage 上升 20%。 这其实这张卡蛮普通的，就是别的不同的角色会这样子。那我就来抽，我应该只会各一抽，就是各11张，因为我想要存石头。Even 希尔超性感，超级性感。好的，我就抽到这，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自己抽了怎样，然后喜欢我影片麻烦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大家下次见哦，拜拜。